佛有三法，一者护法，二者护持正法，三者护持大乘。佛有三法，一者自心天法，破除五戒；二者上奥寂静；三者如法自住。佛有三法，一者依依，二者依法，三者依地。佛念众生，佛有四事：一者常得亲近诸佛；二者诸魔不得其变；三者获得无尽陀罗尼；四者得住不退转地。天劫众生，亦有四事：一者说法之处，诸天清净；二者说法之时，降落受听；三者将不为他因缘所害；四者不信者信。佛业众生，亦有四事：一者庄严无心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；二者庄严以口，凡所言说，众生耳闻；三者庄严佛道；四者庄严众生。Thank you.
善男子，菩萨成就八法，灵火境界，何等为八？诸菩萨不忘菩提心，念佛无碍。二不求声闻，辟支佛地，念佛无碍。三持戒不犯无碍，念佛无碍。四不施诸戒，念佛无碍。五不舍本愿，念佛无碍。六不依一切生处，念佛无碍。七成就大愿，念佛无碍。云何菩萨勤行精进？佛言：善男子，勤行精进，凡有四法，何等为是？一者发心，二者作心，三者观心，四者如法住。如是四法，就是具足佛法因缘。各位最近在生命电视台
看到了地藏菩萨的动画片，很多人很喜欢，我们也把它翻译成日文、泰文、印尼文，各种国家的语文，包括英文，来弘扬出去。所以非常感恩发心的大菩萨来制作这个90分钟，1分钟50000块台币，90分钟，但是呢对世界对佛法的影响很大。再来就在制作观音菩萨的动画，然后呢我们也制作了很多短短的3分钟、5分钟的卡通动画，关于慈悲佛教的故事。所以希望大家多护持这个以动画漫画弘扬佛法的大计划，让我们成为大功德主。阿弥陀佛。邀请您护持佛教卡通动画制作，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受持八关斋戒得到很大的福报，乃至往生净土，接下来业报分别，善恶报应，6道轮回、啊、所以呢光人就可以分很多种人呢、啊、很多种种性，很多种外表等等。所以那这些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行为果报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所以受持八关斋戒可以让我们消除罪业，得到很大的福报，乃至升天，乃至一切满愿，乃至富贵，乃至更重要的念一下往生净土、我们只要一天一夜把八关斋戒守好，发愿往生10方净土，皆得往生，不但现世改变命运，消业增福，来世升天的升天，往生净土的，乃至愿意成就佛道，都能够满愿。让生活慈悲，让心更自由，生命电视。